紧张啊？有点。放心吧，我妈又不会吃了你。走走走，快点。哎呀，不是，就买点水果就够了吗？真没事儿，我妈不看重这些。那你说我一会儿见了林教授，我是叫林教授，还是叫妈呀？别闹。你看，这是我小时候照片，是不是特别逗？你呀，有小时候这么胖？妈，阿姨，你好。在思康医院。是啊，小树在心理科，我在精神科。我听说你大学的时候把小树给甩了，我能问一问这是什么原因吗？妈，听我干什么？他敢干，我就不敢问呢。问问情况总是可以的吧？那也不是在这个场合问呀。请问那是在什么场合问的？我仅仅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，你紧张什么呢？小妍，吃水果，自己拿水果。谢谢。之前分过一次手，我听着心里多少有点别扭。没有理由你说走就走的吧？我想请问你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你的担当上哪儿去了？妈，你能不能……小树，阿姨，你说的对，这要换作是我，我也得别扭。可是我之前迫不得已，我不想拖累小树。当时，你妈妈的抑郁症严重吗？严重。那就从我个人感情上，还是从医学角度上，我都不会同意你跟孙叔在一起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抑郁症是有一定的遗传几率的。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女儿去冒这个险。妈。以后你就会知道，这是为谁好。